个是今天的第一杯咖啡，然后一般来说每天要喝两杯咖啡，第二杯咖啡在4:30左右到5点之前。然后今天就是说，因为这段时间是考试期，所以从7月29到8月初中旬左右，然后是食堂连二开到15点，就是说今天第二杯应该在2:30左右，反正就应该也可能今天只喝一杯咖啡，所以这是我算我 daily routine。行，先这样。